成立到今年满20年了。这20年来，我们一直秉持着一个信念，就是专心做好一件事，那件事就是英文教育。我们知道如何针对每一个年级、每一个阶段的孩子，去设计出适合他们的课程，而且这些课程会让他们是没有压力的学习，并且学习得非常的开心。最重点是没有压力，但是他们真的是有学到东西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很自然地用英文跟外籍人士在交流，或者是看懂他的原文书，然后跟外师在讨论这个书的内容，还是看到他们上了国高中之后能够很轻松应付台湾的英文考试，甚至接下来然后看到他们去通过这些国际认证的检定考，因为有一些学生他已经大学了或者是已经毕业了，在未来这个语言上在对他们在职场上的帮助等等，这些的成果在这20年来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而这些的成果也就是我们中美的骄傲与成就。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还是会持续努力地做好我们的专业，让孩子学有所学，享受他们所学的，建立他们的自信心，开拓他们的视野，还有具有国际观。所以中美真的诚心地欢迎各位的加入，并且安心地将孩子交给我们，让我们一起为孩子创造一个美好无限的未来。